人们总是希望有更简单的方式和家中、工厂内的家电或设备进行互动，例如灯光、冷气、音响、电脑、窗帘或是其他装置。因此，主要的人机界面装置，特别是数位显示器，在人机互动上所扮演的角色就越来越显得重要。鸿格科技最新推出的 TouchPad 是崭新的人机界面显示器，透过显示幕就可以远端控制家中的家电或工厂内的设备。要实现触控式人机界面，除了仰赖触控感测技术外，开发 GUI 程式的工具也是必要的。为了缩短开发时间，提升专案品质，鸿格科技提供的 HMI Works 软体作为 TouchPad 的开发整合平台。传统 GUI 的工具学习困难，开发图形界面的技术难度高，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人力。 HMI Works 采用弹性的图形化界面，学习容易，并可在短时间内完成专案。 TouchPad 也可进行远端监控，例如结合 IO 卡监控温度，透过 IO 卡传回的数据进行判断。当超过设定温度时， TouchPad 会送出开启冷气或关闭窗帘的指令，借此达到自动控制、节能减碳、便利操控的目的。